盘点六个能借用迪迦力量的奥特曼，你觉得谁最厉害？欧布 vs 艾克斯，你觉得谁借用迪迦的力量更帅？点个赞你就能看到了。一泽塔奥特曼，觉得厉害的评论区扣111，长按点赞，为泽塔加油。艾克斯奥特曼，觉得厉害的评论区扣222，长按点赞，为艾克斯加油。维克特利奥特曼，觉得厉害的评论区扣333，长按点赞，为维克特利加油。四，欧布奥特曼，觉得厉害的评论区扣444，长按点赞，为欧布加油。布鲁奥特曼，觉得厉害的评论区扣555，长按点赞，为布鲁加油。银河奥特曼，觉得厉害的评论区扣666，长按点赞，为银河加油。